就係香港神禧球迷隊守門員係優嘅小明，跟住仲有十二號，我哋五個人啦，我哋阿倫，跟住十四號恆仔，誒換緊標嗰個係邊仔？泰來蔡仔同埋十八號嘅亨利。OK， 好啦，球證準備出計時啦，都計時完嘅就係我哋嘅詹士嘅 ，OK， 準備好未？隨時比賽啦！好啦，一開波啦，係點啊？中場一個爭奪，二字佬優勢。哎呀，嚟一個軟弱無力嘅射，少少係咪啊？睇下真係。係啊，因為比較大風，可能咧抽風面爽啊。係啊。好啊，咁咧好啦，小明唔收波，哇！突擊啊，聽講艾文攞出都，哎呀，得個底線。咁我由卡卡講講咧。係啦，賽制非常簡單，有七對三啦。咁咧就係先打呢個小組賽啦，小組賽頭兩名咧就可以爭四名咧，就爭呢個艾蒙尼亞啲㗎。咁同如果有睇過菲利普七人賽咧，都會好熟悉呢個賽程㗎啦。好啦，去翻賽事啦。哎，個波啱啱壓行咗啦，快出界啦，我出界啦，賽仔舉手。好啦，賽仔擺定，我哋用腳開球喎。好啦，四嘢嚟，亨利背住龍門，靠球得射。哎，小明救咗第一個撲球，好波好波。喺慢鏡見到嘅都係小明跑得好靚啊！不過傑志邊度角球？始終國比賽傑志呢個主場嚟嘅喎，呢個好似係。係啊，呢、這個歡樂嘅場係傑志主場啊！我哋講翻賽程咧，就係每場打七分鐘，冇上下半場啊！見到依家咧，泰羅攞住個波交翻喺後邊，但係咧 ，Emma 攞。終於就接個波喎，係啦，傑志，哎呀，行者攞機會，夾埋一個，哎呀，都係落咗去個界外邊啊，係啦。好啦，即係開快龍門係唔使嘅喎，接到波可能機會有 chance 攞波，但是哎呀，又係咁樣。好積極喎！今日香雪神呢個進攻啊，我哋自助邊間第一次參賽？哎，未介紹我自己嘅，我係香雪神呢個代表啊，朱神。我係卡特。啊，仲有一個嘅，我哋係詹士嘛。係。啊，我哋呢個笑笑口電視嘅同步轉播啊嘛，就可以上嚟。好啦，就中場入波，係啦，二打二有機會，行者攞住波，哎，直推埋嚟，冚多個，係咁樣頂，準備射，散到，再射，再散到，再射，入啦，入波啦，入波，好嘢！冇啊！咦，經驗老道嘅傑志隊陷於爭取第一場勝利啦！好啦 ，Emman， 咦，轉咗龍門波，係啦 ，Emman 打前面喎，竟然係講錯仔 ，Emman 開波俾阿亨利，又係得住，過唔到都出過唔到啊！依然係十五號，好啦，回翻後俾翻錯仔，好啦，開局 keeper 嘅係啊，呢波跟過谷佢啦，好啦，龍門攞曬好嘅，小明輕易沒收，碌翻出嚟。中處，亨利逼佢點咧？一扣一搓幾好啊！兩個波回翻俾龍門，小明好啦，彈翻前面好啦，盡量喺前面穩定下波 ，keep 穩定。OK，Emman， 哎呀，俾咗泰羅兩波，泰羅可以射得㗎，隨時佢射啊！哎呀，越平頂越過啊！呢、這個冷戰有少少嘅威脅性嚇，時間應該仲有幾多咧？大會呢度啊，過一半。咦，過了一半個賽程啦！阿倫開波，即刻射，散出嚟，仲有啊，頭槌攻門好少啊！呢場，哇，差啲過到艾蒙。咦，點樣啊？係咩？好啦，再中村，好啦，阿倫又係中村翻，咁波救兩球，再拉開大角度，哎，再有一個度有機會啦！哎呀，碌個出去，好，哎，好曬啊！哎呀，少少撳住攻啊，真係。真係由你去烏龍艾蒙上烏龍，冇咁嘢，係咪烏龍波啊？係啊，小明應該不過入一卡入去嘅前鋒恆仔嘅。好啦，我哋追住恆仔呢、這個，我換換人先啦。咁誒換換邊出場啊？因為已經落咗去講波啦，咁得翻我卡彈喺度防實啦。我見到你嘅亨利一腳射埋去，一扳埋去係俾小明接住咗㗎。哇！魔術噶，朱常拍 Q 啊！見到你要傑志好波啦，清交啊！見到第一次參賽嘅香雪神呢咧，好醒神啊！已經2-0先，主場嘅傑志，傑志一個好波，亨利一個轉身施射啊，但係俾小明撲出，小明今日救咗好多靚波啊！仲有幾耐啊？
剩翻兩分鐘，啊，尾仲有兩分鐘。Oh!